看，各位伙伴，阿云做个错误示范哈。那现在已经接近沸腾了，对不对？那正规而言的话是这样子，打开，然后听到起的声音。哎，没有，再等一下好了。好来，那我这错误示范哦，但是因为我是老油条，我知道怎么操作哈。哎，那可以进来，可以。它现在正在沸腾，对不对？沸腾它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。啊，来后退，后退。好，那不好意思，请学生帮忙录影啊，因为出事是老师出事，没关系啊。好，那顺便的话，大概再录个一两分钟，它就好。它会整个都会沸腾，对不对？沸腾到一个状态之后呢，它会把气挤出去。那一般都是自动的，但是考场上就是它这边。考场上的话，它压力的时候会到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各位看哈。然后它到达温度之后，它这边压力，它到达121°C了，就是它压力够，它不是说不是，它等到它把它排完之后，它这边才会慢慢上升到这个刻度大概1.1、1.2左右。课本要我们写，就是劳动部要我们写多少？1.05、1.06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这台就是1.1左右。到达这个压力之后，它才计算15分钟。好 ，OK。好，先暂停。那哪一颗？哎，按。